梦想、现实和感悟。大家好，我是 Harley， 欢迎来到 Hollywood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件事情，第一个就是中国年春节马上就要来到了。再过两三天吧，大概就是星期四，春节大年夜就要到来，然后我在这里祝大家春节愉快，万事如意，在新的一年里各方面都更加顺利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这边的一个好消息，也想分享给大家，这就是我们2019年拍摄制作的一个短片，叫 Black Key，获得了柏林独立电影节的 official selection。 那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鼓舞。2月11号到15号这段时间我们有个展映，在网上的展映，到时候你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可以找到链接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观看，希望大家来捧场和欣赏一下，观看一下，看完的话也可以给我一些评论，给我一些反馈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个片子的话是2019年6月拍摄的，然后到2020年的10月份才完成。这是我们这个片子收到的第一个电影节的喜讯，然后我们同时也参加了不同的电影节，但这个比较早嘛，那剩下的是在3月、4月、5月都有，然后往后我们一直可能会 run 个大概一年的时间。那我希望这个喜讯会不断的传来，到时候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谢谢，拜拜。